丹，我们也一起祝愿方丹能取得好成绩，画出他最好的水平。他自由滑的音乐呢是他短节目的音乐是来自于罗密欧和朱丽叶。今年呢21岁，身高是1米54。中国选手方丹完成了他短节目的表演。中国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方丹今天短节目滑得很出色，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方丹呢，他最近已经是前段时间已经走入低谷了，可能对于花样滑冰来说呢，女孩子可能是到了20多岁以后，她可能会有走一个下坡路，她已经从国家队回到了地方，也已经从国家队回去以后，跟他最早以前他的启蒙老师就是现在石燕金老师，他已经从现在给他刀套的穿红色衣服就是他的老师，启蒙老师也是一位齐齐哈尔非常优秀的老师，是石燕金老师。我们来看，现在是勾手3周连外点2周，完成的质量很好，很高很远，是后内3周跳，我们从他的表情也可以看出他很高兴。2周半跳。